你们要的五升大容量电炒锅它来了，颜值很高，自带一个大蒸屉，它的直径是32公分，不粘锅的内胆，加长的手柄不烫手，6种功能无档调节，智能预约保温，早晨煎个鸡蛋啊，烙个饼，一点也不粘。1600瓦的功率，用它炒菜更快更猛，加大的发热盘受热均匀，炒菜做饭更加得心应手。炖个肉，吃个火锅，那是贼拉爽。这个大蒸屉平时用它蒸馒头、包子、海鲜之类的，很方便。下面还可以烧点稀饭，煮个粥。插电的在手柄位置，用完清洗一下也很方便。就是这个锅，谁买谁后后悔没有早点买，因为它太全能了，买回去就没用过其他锅了。你别看它太小小一个，你能想到的它基本可以做到。煎炒焖炖样样。老婆真是败家，一个不够两个凑，不过确实是挺好用的。七大姑八大姨舅姥爷都追着问要链接，我就想问这锅谁发明的，太有才了，不烧燃气不烧煤的。外出打工的朋友再也不用买电磁炉、燃气灶，家家户户都能用，炒、炖、蒸、煮都可以。问题是特别安全，里热外凉不烫手，容量3升4升，直径21至30厘米，大口径不怕吃不饱。从今天开始，煤气灶、电磁炉都可以不用了，大家都在用这款全能一体锅，健康不粘易清洗，全新加热模式，高效便携，无烟无明火，节能环保，煎炒焖炖煮一锅就能搞定，各种亲戚都能用，让我们的生活更简单。想都不要想，赶紧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呢是补贴给大家，今天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，大家如果觉得好买它。现在我们厂家直销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，不买一包退。